face. We're gonna drive for 4 kilometers.整个 Coquitlam 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它停车要付费，其他像 Golden Year 那边就没有这个现象了。不过它的整个环境还蛮干净的。那今天应该是老师带小朋友的户外活动，一整群的，所以特别热闹。今天来到贝尔卡拉的海边，可能是因为涨潮的因素，所以右边的木栈桥下面可能看不到紫色海星。上次过来的时候，满那个桥下全部都是。我们沿着木栈桥往前走，靠近海更近一点。那个小船刚刚上来一群，可是没有完全上来，是不是可以坐呢？现在是钓螃蟹的季节，所以一群爱好者在那边享受他们的乐趣。前面那些豪宅是这里的高级住宅区哦。今天想先来找找看海星，是海水涨得太高了，所以在远处有看到，但是拍不到。哇，看到了，前面木柱子下面有看到几只海星，数量太少了，不像上次看的人那么多。整个那个栈桥下面都是贝类的东西。上去了，拍不到。之前这个整个桥下好多那个海星，紫色的，那今天看不到了。独木舟出租价格的明细上面标示的蛮详细的。这是双人独木舟，独木舟还添加了安全设备，抽水泵。这是我们第三次走这个 trail， 里面有小部分比较难走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都还蛮可以的，还不错。一棵非常特别的攀附生存的树，大家可以想象它像什么呢？哈哈哈，这好像一个口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枯木，它也没枯掉。它在这棵是死的，这棵是枯死的，然后攀附在上面生存。那个整个长相呢，相当的特别。哦，太棒了！哇，整个空气真的非常的新鲜，然后呢，最重要是没有多少人在走，
因为这个森林太大了，所以分散掉了，几乎没看到人。右边是海。有这某些地段比较难走一点，不过还好啦，反正我们现在都挑战过了。然后这边就靠海边的那个步行路道走，这边的步道有些比较难走，但是它的好处是它有这些老树根攀附着，所以比较安全，止滑。这边又比较困难的一个区块，哦，还不错，这样才会耗费那个体力，消耗能量。准备在这个区块休息。Cold Rock。发现有一些人在这边钓螃蟹，现在是钓螃蟹季节。这是第二个景观点 ，Maple Beach。好，我们继续走了，下去第二个景观点。虽然来这边很多次了，可是每次来的景色都有不同的美，真的太美了，所以我会再来的，期待哦。